想奔出。好的，最喜欢用的就是搜寻跟建立歌单和专辑介绍。那专辑介绍就是比如说我点了一首歌好听，比如说我最近在听 Imagine Dragons 就点出来，然后最近他们算新的乐团，所以我对他们知道不多，就按这边有 Album Info 有他的专辑介绍直接点进来，然后就可以看说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，这样点进去看这些常常就可以做一些功课，然后再看他的比如说 Artist Info 关于这个乐团，然后他们还出过一些什么别的单曲，你看他是很新的乐团，只要出过一些单曲啊什么的相关，所以蛮喜欢这个功能，非常的。你都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听 KKBOX？ 很多，随时随地都在听，大部分就用手机。然后最近在 KKBOX 找到最惊喜的一首歌是？是，一个国外乐团叫，忘记他名字，但那首歌叫做 Midnight in Harlem， 很好听。玩一起听，印象最深刻或最有趣的事情是？最有趣，我觉得最妙的是港台。就是两地的歌迷都可以在上面，跟我互动，然后他们讲什么我可以回应他们。